不相信我，动手啊！那就成全他吧。你要玩，我跟你玩下去。有胆你就打死我，不然我立刻报警。小庄，让我来。没错，他就是在电影《英雄本色》中饰演张国荣哥哥的狄龙。此次出演电影《光辉岁月》，距离《英雄本色》已经27年，如今在新片中会有怎样表现，就是最大看点。此外，导演熊欣欣也出演了这部电影，他作为导演可能让观众有点陌生，但说到他塑造过的经典角色就非常熟悉了。黄飞鸿系列电影中鬼脚七的扮演者就是熊欣欣，此次由演员转为导演拍摄自己擅长的动作片，但《光辉岁月》这个名字听上去却和动作片的关系并不大。那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光辉岁月》啊，那听说这个名字灵感就来自于 Beyond 乐队，对，是，就是这首歌，很钟爱的一个乐队，是不是？这个乐队确实，黄家驹是我一个很喜欢的一个摇滚歌手啊，真的很喜欢他，而且这首歌呢，也是他为我另外一个男人偶像写的。导演，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就是您给我们唱两句。光辉岁月好吗？因为我不是歌手，我真的不太会唱，就是没关系，这导演唱一定是最对味的。我只是喜欢听，我真的是很享受听的感觉。唱两句了，唱，哎呀，怎么唱啊？我都总是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大电唏嘘，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很好啊，很好很好。狄龙当晚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1点钟。而其实，自从当天上午开始，狄龙便已经开始忙着发布会和录制其他节目。一天十几个小时下来，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但在这位67岁的大伯脸上，并未看到太多倦意。你会去平时经常去锻炼，保持自己一个特别好的状态？那是年轻时候有10分练。3分氧，现在是3分氧，现在是3分练7分氧，3分练7分氧。对，以前是10分练3分氧，要养啊，你不能不养啊，你要把这身体养回来嘛。那现在都练的是什么呢？我以前是玩这个冰球的，打球道的，我是这个运动员，打球道的，那体力消耗很多，还是要骑马啦。练沙包啦，打木人桩啦，这种兵器啊都要。像我这年纪的武行全部退休了，所以我是没有后顾之忧。哎，没有，龙哥太客气了，他龙哥很太谦虚了。其实，在我的片子里，他还是做了一些动作的。他的身手现在依旧是，对，他是，我。因为我们要关心演员嘛，那我也给龙哥找一个替身，让那个替身做一个趴伏，龙哥坚持自己来，所以当时很感动，说来看看这65岁的老武行还行不行，我自己上来吧。当时就说完就一开机，叭就一次一摔就成功了，当时真的很感动。哇，太棒了，这是基本功。我如果跟你比起来，我还是小老弟，你这个才是真功夫，你这才是真功夫。可是龙哥，我觉得不用那么拼呢、啊，就是可以交给替身去完成的就可以啊。我如果来到从香港来这边，我还是找一个替身，我怎么面对我的儿子呢？因为他将来他还要在这个行业发展，亲力亲为，还是不要欺骗观众，能够做的都尽量做。狄龙拍戏不用替身，坚持自己亲自上阵，这精神值得同行敬佩，也为同行做出了榜样。但拍这种动作戏，亲力亲为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身体意外受伤了。那两位都是拍武侠片，就是动作片出身的嘛，这么多年以来，我相信这个受伤，对于一个武侠片的动作片演员是家常便饭了。就你们印象当中，就是受伤受得比较严重的时候，是什么哪一次？伤脖子啊，伤腰啊，整个牙齿给马打掉啊，给马打掉啊，因为马也是最难的，马是最难，动物很难。因为我记得我在台湾常常拍很多动作戏啊，那么我是不用替身的啊，我练这个马跑到那边，突然间有埋伏他就扔一飞镖过来，我们排的时候都试好了，马也很稳，演员也可以，我就卧倒，从马背上卧倒，贴着这马背，飞镖过去。结果那天那个道具嘛，是拿错了这飞镖，
那飞镖后边放了很一大块红布啊，那马就受惊了，受惊马就起行，我们叫起行，起行，我这人就往后倒，往后倒，如果这马要往我身上压呢，我恐怕我这个一命呜呼了，所以我就躲在了马的车，在了马头的整个人这样打了我，把我整个牙齿都打松掉，结果回到香港，医生一看，这没得补救，整个要拔掉。拔了之后再伤了假牙，再重新回去拍，这是我这个伤的比较严重。七哥有什么样的惨痛经历？这一次拍《光辉岁月》受伤受的最严重是筹备之前，我要试一这个镜头，想在那个电影的视觉问题那个去做一种探讨。那我骑马把扛自己扛着机器，骑马冲到马群里去怎么拍？啊，这一次还没开机之前就从连人带机器从马上被摔下来以后就四条肋骨摔裂了，对，这因为永远是不会在镜头里看的，让观众看见。谢谢，再次谢谢，祝电影成功，谢谢，非常感谢，谢谢龙哥，谢谢。我们拍一张照，好吗？